对对对，我唱歌，生我活以在前会劫，唱，我最现喜在欢的气都环不够，节就是问虚得题很，上唱歌，头。可能是昨天冲太多了，我昨天冲了5、6、7、8次，全军出击！我这不会唱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害怕的是我的兵刃，而我就是兵刃。吸血鬼幸存者 BOSS 怎么打？我不知道啊。Q 人呢？一顶皇冠还远远不够。强大人呢？起亚拉女皇。笑死人了！权力本身就是武器，而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的感觉。我站一站吧，把兵线控一下，不然的话有点难受。走开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兄弟，你可以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。卖的想差点死了，不用推下波线，你走吧。研报健操，现在开始。闭眼。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，啊，是不是又回到初中的感觉，兄弟们？回到读书的时候感觉。其实眼保健操在你这个眼睛疲乏的时候啊，他是做一下眼保健操，真的是蛮舒服的。怎么感觉我讲话有点机车啊？哇！不干他，不干他，发育，发育，发育。打强大不能急。这场争斗只是开始，有我加冕，司骑马将万古永续。起按清明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6，
我能操作他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他妈能操作他的，我自己失误了。我刚刚不该用E躲，用闪现躲的。闪现E A死不了，差点伤害。我是血流千里。我是斯奇玛的女皇，为何要止步于此呢？就这样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打我一套，就半血了。先回家吧，脱鞋子，反正拉扯不了。刚刚，哎呀 ，EA 死不了呀，伤害差一点的。本来我想等一下的，等一个 Q 技能 CD 的，闪现 EQ 的。咱一 Q 伤害够的，就是三分养料，七分威慑。往下去了，要这样打信号，他们才看得懂，你知道吧？队友，你队友不这样打信号的话，他看不懂的。他不知道，他不会看 miss 的。比如说像我在中路打个 miss， 他们不会看的。生命苦短，我的生命却将远远流长。信号你就看不懂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往后走，可以，你就往塔里面走，往塔里面走，啊，也可以，可以。将为皇冠洒下鲜血，我已迫不及待炸飞他们。来，你跟老子跑，你妈卖马虎，你跟老子跑啊，妈卖马虎，你跑塞，你跑塞，可惜你跑。女皇之命，好，去了去了去了。哎，我打错信号了，老师把鼠标斜着放。对，你赶紧避，能避就避。一来西亚全境都将知晓我的威能。这场战推推吧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我是顺风沙拔，不是出于私欲，是因为
哇哦，有饭吗？要吃米饭的，每天都要吃米饭，吃一碗就是一碗饭就行了，你就是拿个碗一碗饭就可以了，一碗饭一碗少一点，不要太多了，就是正常舀一碗就可以了。我的生命却将源远流长。我操！他妈死了！走吧，失误了，你我都有失误。是不是会有点多了？我操！够了！我操！干饭！哇、啊！你他妈这样插香呢？你这样放碗，我跟你说，你看他怎么插碗的？他这样插着，我跟你说，这要是在家里面吃饭啊，这样插真的，我爷爷会干我，真的。我爷爷，但是可能哎。老一辈的吧，可能这只是规矩而已，好吧，规矩，但是不能这样插，不能这样插筷子，你知道吗？不能这样插筷子。我要在家里面这样插筷子，我操，真的腿给我打断。哎，但是大家都新一代年轻人还好吧，无所谓。这个他没看懂我怎么秒他的，估计没看懂吧。看口饭吧兄弟们，今天中午蛋白质和有碳水都完全够的，紫薯可以留着晚下午的时候加餐用。放屁，他错了啊 ！EWR 啊 ，EWR，QEF 推。屈膝下跪，或是血流千里。啊，我帮不了你，赶紧走！强大这个位置我不好操作的，他要是跳上来。他是 QWREQAEAQ 的话我就死了，他 QWR 上来我就要出事，你知道吗？ QW 上来打我一个第一个 Q 啊啊，然后再 A 推我，然后 AAEQ 死了。 ER 插吃屎，跟我前那真的差得太远了。要用大招 K 头，那这人头不是我的。这钱呢，跟我的吃米饭减肥，肯定啊，正常摄入肯定是要有的呀，兄弟。伴你情绪会爆炸的。看到你们的减脂餐里面没有碳水，我真的觉得好蠢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运动量达标了，你基础代谢上去了，你肌肉上去了，你吃一碗米饭是正常的，你知道吧？一碗米饭你只要不暴饮暴食就可以，只要不暴饮暴食，配合运动，吃低油低盐，但是不要太少碳水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真的，你不吃碳水的话，你的情绪会失控的。我前几天我情绪就失控啊，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到我的情绪控制能力很强，你知道吧？内心不会有那种压抑的感觉，哪怕我比如说。前两天我被呆萌骂了，我真的啊，老子真的感觉老子真的要把那些呆萌抓起来呀，一个一个啪啪啪全部毙掉。但是这两天还好，这两天就直接内心就抗压能力会很强。
你只要不暴饮暴食，不要一顿饭干几碗饭就可以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这个牛肉香菜牛肉，不吃碳水减肥对身体很坏的，兄弟，一定要吃碳水减肥。你只要不暴饮暴食就没问题，你不要胡吃海喝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就没问题，你慢慢都能瘦下去，你哪怕不运动你都可以瘦下去，但是你配合着运动是塑你的形你配合运动是塑你的形，你知道吧？兄弟，不要打他们，打不动他，回来打红。你不要吃太油的这种东西就好了，知道吧？你不要吃搞那种什么麻辣清油火锅这种，我操，这种真的，我操，真的，兄弟，说实话啊，真的可怕死。早上起来空腹跳绳刷子，教你们一个动作啊，你们可以这样对着天花板亲，这样可以练自己的这个，看到没有？你最好是这样，哪什么时候有用呢？你在有氧完了之后，很就心率很那个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就能练出来。你在练有氧完了之后，你的下颌线就可以出来了。你这样保持一个月，我跟你说，你绝对他妈的脸瘦一圈。你们最近没发现我的脸已经瘦了一圈了吗？懂了吗，兄弟们？健身主播啊，健身主播。虽然我是一个打游戏的啊，虽然我很菜啊，现在我变菜了，没有以前厉害了，但是彩旗身体没变差呀。以前我天天打游戏，身体差的要命。现在我坚持健身，好很多了。我的妈！一波累啊！走吧，先推一个就走了。减肥是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增肌，知道吧？增肌的方法我可能不太理解，不太知道。增肌好像是胡吃海喝吧，抓抓乱吃。我不知道，哎，好像是先运动，先喝蛋白粉，先把自己的肌肉搞上去，然后开始吃，开始胡吃海喝，你就会发胖，你就这些东西都可以代谢掉，可以发胖的。然后等你的这些肉全部松懈下来了之后，我不是因为我是减脂比较多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增肌。我减脂比较多，我不知道怎么增肌啊。而我正好喜欢握着武器的感觉。我1.75米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兄弟们，净身高1.75米，哎。穿鞋1.8米，哎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兄弟们。有人说我吹牛逼。
每个人不一样啊，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你得研究一套属于自己的减肥方法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在前提保证安全健康的情况下，健了身之后，就是你天天运动了之后，你的心情什么的不会很差，你知道吗？你会有一种向上的感觉。比如说你规定自己，比如说我要跳2000个绳，你跳到了，你今天做很多事情都能做到。